七夕节快到了，教大家折漂亮的礼物盒，也是文具盒哟。A4 纸折过来 0.5 厘米剪掉。边对折。打开两边折了中线。两边再次折了中线。上面折出两条对角线。沿中心点对折下来。另一边的折法是一样的。打开两边，沿着折痕折过来。上面涂胶折下来。另一边的折法一样。小盒子就折好了。A4 纸再折个略大点的，就是盖子。把两个扣在一起，上面粘上纸条和蝴蝶结装饰。礼物盒就做好啦，喜欢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哟。